連環殺手通常會留低 signature， 喺現場留低記號。有啲係想挑引，有啲係想發項目做 message。睇嚟小美做殺手嘅目標就係呢一班法律懲治唔到嘅人。这个世界最清楚鼠尾草杀手的人只是第一个，不过他从来都不会亲自动手，他会用方法令他身边的人思想扭曲，变成一个加害者。个经来到这里越来越好玩，从越乱越好玩。个经是不是你？